对吧？
把三个泳裤的碎片清理出来之后拿到后面进行修复，一个陶俑就是由几十块或几百块碎片拼凑粘贴起来的，像上面那些是正在修复。那它这个漆到哪里的？ 三个当不同意，哈哈哈哈哈哈。
n'empêche pas ce que les gens font. Okay. 大家发现一下，是不是？